我们其实可以组一张出来看，试一下看需要哪些部件。但它这个好像都不是不同批次的。我这边进去，哎，不行不行，这么尴尬吗？试一下这个吧，这个再有问题我就崩溃。哎，刚刚好，哎。OK 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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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看一下，试一试的吗？这个绿色他们都是一套 ，OK， 这边没问题 ，OK， 放吧放。哦，真的能打起来啊！叫你们开工了！而且这个怎么拧不下来啊？来，我来。OK， 就你一个就可以了，这个没事儿。你确定吗？哎，稳一点呗。不是，它这边也有两颗的三角，知道吧？啊，我真觉得耕耘很厉害，我是祖床大师。放吧，直接放，你直接放，它有、那个。我扶着呢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完美 ？Excellent， 可以。猛男集结，来了，朋友们。什么？怎么能少了我呢？是反了呀？没有反，相信我。哎，咱俩是不是插反了？没有啊。你看帽在外面吧？你肯定插反了，还没有。啊？就这个在外面是不是？对，那个木头应该是放上面的。你得扣那个板。刚刚才说你们，还说没有。哎，那这个号为啥在里面呢？那就是这个，就是在这边的，就是这样的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我们有点智障了？这是？不是，这个通常不是应该有个口被插进去的吗？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对啊。但是这个没有。那么这样，等着直接搭上。啊？啥？反了呀？什么意思？对呀、啊，反了呀。床反了吗？反了，怎么回事？我们帮你们装床装得那么好，你竟然给我装反了？怎么回事？